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梦想剧场。有没有自从遇见你喜欢的爱豆以后，感觉自己越活越年轻了呢？明星爱豆啊，就是这么大的魅力。小编入坑任嘉伦后，感觉心态越来越好了。任嘉伦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宝藏男孩，喜欢他的一部作品就会让我们彻底入坑。最近啊，重温他的舞蹈呢，听他的歌，尤其是红色衣服，更是炸翻了全场。看看你看过几个？第一 ，Dreams Never Sleep。2018年12月，任嘉伦发布个人首支单曲《Dreams Never Sleep》。这首单曲给人的感觉特别励志，从中呢也印证了任嘉伦这一路以来的梦想以及他的决心。这首歌曲在各大音乐平台上线，集合了多重元素，也激发了我们追梦人的目标和理想。它不仅仅是写给过去艰辛的自己，也是对梦想的坚持以及我们共同的见证。曾经的东方卫视618晚会超级秀，任嘉伦惊艳红衣唱跳 Dreams Never Sleep， 歌曲中的绝对不喊累，绝对不后退，更是激情澎湃，动感十足，让我们真正体会了任嘉伦在奋斗的道路上毫无畏惧一路前行的坚定。第二，你是我心中的一首歌。很多人对任嘉伦呢有着天然的好感，小编也不例外。曾经参加过跨界歌王的任嘉伦再一次见证了他的舞台掌控力和张力。任嘉伦姚晨深情对唱你是我心中的一首歌，这是一首情歌，演唱的时候更需要投入更多的情感元素，尤其是眼神和肢体展现的要有互动交流。期间呢，两人还来了一个双人舞蹈，引起了全场的尖叫沸腾。任嘉伦这款红色西装属于短款，把嘉伦的大长腿展现得更加的高挑迷人，拉链设计穿在身上特别潮流。第三，花好月圆夜。2019年北京卫视的元宵晚会上，蒋梦婕和任嘉伦一起合唱了一首《花好月圆夜》，看到他们大红色服装呢，特别符合节日喜庆的那个氛围。造型师呢，也的确花费了一番心思。这首歌曲的原唱是任贤齐和杨千嬅，歌曲的旋律让人感觉画面太美好。任嘉伦、蒋梦婕两人的舞台风格以及互动非常优秀，虽然是首次合作，但是他们之间的默契程度100%。他们的嗓音各有特色，任氏素音搭配上蒋梦婕甜美的声音，又把经典之作推向了晚会高潮。第四，虎年春晚真爱起舞。虎年春晚期待满满，虽然不是独唱，但是粉丝们也是激情澎湃。任嘉伦、王源、宋茜、杰克隽逸合唱真爱起舞，歌曲呢也是他比较拿手的一门技能。欢快的节奏，亮眼的花色衣服尤为引人注目，红色的服装呢更能凸显出任嘉伦此时的心情和仪态。这是任嘉伦第二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，去年是小品，今年的歌舞更加得心应手，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，这么多年的付出总算是有回报了。春晚排名情况是孙涛小品排名第一，播放量高达1000多万，任嘉伦的歌舞排名歌舞类节目第一名，播放量是1052万次。以上就是任嘉伦身穿红色衣服唱跳的部分精彩回顾，哪次最吸引你呢？